开始了。有音乐吗？还是恐怖？还是万圣节的音乐？出来讲讲扮什么吗？嗨嗨 Zoe， 嗨，还有我，一定猜不出来我扮什么吧？要曝光，这个怎么用掉？嗯，我们在等音乐。娘娘要吓人，娘娘刚刚很认真在化妆。哎，有人猜到你是恰吉耶，哎，有人猜出来。嗨 ，Roro， 若依，对，雅茹是扮猫咪，猫咪怪物。嗨，这个是刚刚几秒钟，几秒钟完成的情境，这个。好像可以开始了，哎，大家都来了，嗨，大家还在上班吗？哎，我们餐点到了，太快了，我们今天是第一次7点直播，对啊、第一次7点，小魔女喜剧吗？第一个，没错，之前都是4点半，可是因为我们想说，就是万圣节，我们自己也想要玩一下变装，然后我们就自己布置了。今天的主题就是万圣节，还有南瓜色的穿搭，用这周的新品。我想偷偷进去。这是刚刚的，刚刚你们布置的。对，对，刚刚设计部来布置的。嗨，有看到江江吗？猜得出来他是什么吗？是扮演什么吗？今天我们有很多气气的扫把嘞，好像没有那个。去找一根。今年我们万圣节没有出去玩，因为太忙了，所以想说在公司大家一起。江江真的很酷，江江，我看看他被缝了几道，也不用，是不是有绑头？不，好像不用。恰吉有绑吗？我看你都很弄。恰吉是白头发很亮。哈哈哈哈哈。再一点。我今天是扮恰吉的。然后我今天是南瓜色穿搭，我刚换了一下，跟早上的不太一样，就是用，要开始聊了吗？可以啊，要开始聊了，可以了，是不是？那就是，你要先介绍你的穿搭，可是你的扫把来了，对啊，那你，我去厕所，你又这样子去，你要飞那么过来，可以帮我截图吗？对啊，我剪短头发了，因为我想说万圣节，我就去剪短头发。我们是很闹，会不会怎么办？会不会被品牌？会不会？你们应该不会截图吧？那因为我就想说，为了万圣节这个角色，我就去剪短头发，要扮恰吉，就特意去剪短头发。我也是为了万圣节。对啊，扫把是真的，就是从厕所我们平常在打扫的扫把，真的扫把。万圣节快乐，万圣节快乐！你们今年有变装吗？好像我看那个 Instagram 上面很多人都有变装。对啊，可鱼好像之前每年都会去变装。对啊，他超强，之前我有穿过。很久之前，对，我们有一年还是你扮格格还是自己扮？你扮格格，然后你扮那什么？你扮恐龙？欧洲不是恐龙？我们扮那个欧洲鬼子。有人问风衣适合152穿吗？这件吗？对，152上次 Lily 好像有穿过这个，对，黑色的时候，哦，黑色有，应该比较长，我把它穿正常好了。猫儿子有变装，哇，你帮自己的小儿子变装了。我染头发，我染深色，有点不习惯，大家看到我都用很奇怪的眼光看我。然后，因为我觉得，万圣节就是如果你害羞，你不太敢。
没电了，行动电源吗？行动电源。对，因为这次是用我的手机，然后我的手机就是常常会没有电，不管是深夜直播还是现在 Facebook， 应该有在充电吧？马上也电了，帮我电吧。今天有很多人物哦，我们风衣，我讲一下，就是这周的风衣，因为我们不是礼拜一就上了那个风衣的新品，但是因为太热销了，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然后我们就已经，我可以跳出去看一下我们充电吗？会结束吗？不知道哎，应该有没有再充电一下？我不知道，看不出来我有没有充电哈？对啊，从这里看得出来吗？看不到，看不到，也不能往下滑，怎么办？因为等一下如果一按就，如果等一下如果又再出现，就代表。对，或者等一下，如果直接结束，就代表没电，或者就是直接结束，就表示我手机没电了。对，那你带黄毛衣好好看、嗯。这件毛衣真的很可爱。这件毛衣。那先介绍身上的穿搭了吗？好好好，但一直在闲聊。对，因为食物已经开始吃了。哦，食物已经来了，是我们在布置了。然后，对，风衣新品没抢到，就想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次的风衣是我们特别拿来做给回馈大家的，然后本卖，对，其实它成本也是就是也是很高的价钱，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有买到的人很幸运，那没抢到的女孩就是可能之后如果你看，因为我们每周一都会上新品，有时候会有一些优惠活动，然后你看到你很喜欢的款式，我觉得就马上下单，因为有可能。因为像这次的这款风衣，它其实不会再追加了，也不会再补货了，所以其实就是有点可惜。但是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能常常来逛，常常可以有一些新品可以买到，对啊。然后呢，但是虽然说架上风已经卖完，可是现在我身上这个是上一周的，也是风衣外套，这个也可以，因为。这种的其实它长度差不多，只是颜色不太相同。可是裙子还有在做衬衫特价。哦，对，裙子特价590元，到明天早上的10点。对，这个裙子就是大家都有试穿，就每个身高的女生都好好看。那我是158，然后我穿起来就是在小腿的中间。然后我今天特别选了南瓜色系的穿搭，你们自己在自拍，你在自拍。南瓜色系就是，浅色南瓜，深色南瓜，对，就是用深浅色去搭。然后因为我这个裙子它是杏色，它也不是说特别白的，所以其实很好的，就它其实搭任何的颜色都还蛮好看的。有点奶油色的感觉，所以如果没有抢到风衣的话，裙子还有一次机会，大家赶快！它是48小时，对，对，就是、到明天早上。平常我们下午直播的话，就会说到明天早上。可是我们现在这个直播完之后，就没剩多少时间。对，10点嘛，所以你们就晚上等一下逛，跟我们一起聊完的时候，就可以那个。然后之后有其他款风衣吗？英国款风衣，我去伦敦穿，因为很多人问我，然后。之前我有说过，因为布料的问题，我们退回给工厂重新制作，然后它会在11月底的时候会重新会上架，那大家可以在我会特别说，我会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会说，嗯，然后大家万圣节快乐，耶、yeah. ！好，那我这个风衣这个长度大家看过了，然后我脱下来介绍一下我身上。小羊里面那一件是针织排扣短版外套，这个有一个专辑卖完了。啊、哦，对对 对, 对，现在剩下这个还有浅紫色，这个颜色我觉得我很喜欢。我也喜欢黄色，因为它有点，它不是鹅，就是有点什么形容它嘞？但也有点不卡其，什么形容？有点卡其，就是有点黄，但又不是太黄的颜色。我很喜欢这个颜色，这个很可爱。它可以当外套，也可以当上衣的感觉。然后我等一下会去换下一套，然后请可鱼小魔女，你要带着你的扫把。哦，好，我的扫把嘞。谢谢。我们大家都超多人没有买到风衣的，而且大家原购其实没有原购到，因为都先给客人，我们都被取消那个。Peggy 有抢到吗？
他那个订单还没有着落，因为就是我们会、就是、我们的试穿到一半，然后赶快下单。对，我们的客服他会先给客人，都没有，大家都没有，所以我们都会被取消，所以我们要用自己的那个会员账号登录，不能用原购的。嗯，嗨，小魔女来了，小魔女琪琪，我现在身上这件是这礼拜的新品，非常的刚好，它就是小魔女琪琪的衣服。是因为万圣节设计的吗？丫丫，它是这边有这个领子，什么东西？然后、这好可爱。嗯，刚雅杰做的。然后它这边有一个，好像太黑看不到。点进去会有。有一个腰带，可以系紧一点。如果你喜欢有腰身的话，可以。身上这件是学院感300绑带洋装。天气就穿，为什么有点越来越暗？其实现在这个天气就穿这样一件，可以 ，one piece 的吧，就可以出门很方便。然后它是有一点厚度的，它还有拿着扫把，它还有另外一个颜色是卡其色。扮小魔女啊！有人说扫把太生动了，扫把就很扫把就是那种你知道这种很就是已经很现代的公司很少在用这种，像我们这种比较时髦一点的公司，但是这个文青简直不是因为它非常的实。你要介绍一下，就是因为它扫，其实是很好扫。因为这个对，这个很好扫，很软，它很轻，它很软，很好扫。对，你们这次还把它漆成白色，为什么？是不是不小心？不小心喷到。所以说，如果说你很喜欢这种洋装，就是可爱风，然后简单的话，就可以买这一件 one piece， 就不用想怎么搭配。对，它还有卡其色的哦。有没有下一个人？这狗狗也超可爱的。这个谁做的？好可爱。讲讲。江江刚刚做的，江江做的，你也可以啊，你们也可以这样出门，这样子很像 Snow 哎，好像 Snow， 江江也拿一个，就很像 Snow， 就是那个 Snow， 对，他选择一个鬼的，然后他就会出现这样子，然后你就要去对脸啊，我的是南瓜，对脸这样子，这个。不在头上吗？ Okay, 这个如果小朋友的话做，就是小朋友装这样也好可爱哦。那就因为一个书面，有妈妈的朋友们，你们就是买那个书面纸，然后直接自己做就可以了。黑黑的，然后就贴在小朋友的身上，这样就可以去参加学校的活动。嗯，然后我的针织衫刚刚有人问我说厚度大概这样，是蛮厚的吧？算厚的，算对，它是扎实的，然后它的针数在这边，很暗，我觉得我可能是没电，不知道它怎么荧幕这么暗，是不是？我不太确定，真的假的？是不是因为没电所以它变很黑啊？但又变亮了。我刚刚收到那个客服的人通知我说，就是我先身上的这件洋装，因为它是棉麻的材质，所以说一定要晒干再收起来。因为材质的完全干起来松。对，我们要宣导一下洗涤。有充到电吗？如果我们退出去看有没有充电的话，是不是会跳掉啊？有人说很模糊哎、怎么办？很模糊应该是有，现在比较少讯号。有人说少了黑猫，我没有办法变出黑猫。我们是不是开冷气啊？对啊，好热哦。刚刚可鱼那一件是不能脱水的哦。嗯，我们再请下一位人物吗？谁要先登场？条纹组合，你们三个都是哎，是故意设定的吗？对，对，对。江江很嫩，江江很适合哎，你从秀智变成条，怎么那么搭？我们其实很满意今天的穿搭。而且好适合你哦。对啊，喜欢这样子的妆容，很喜欢这样的妆容。就是刚刚乱画，但画一圈就好，画一圈就很有神，很有神。你前面一点好了。我今天穿的这个条纹是我自己假日有偷偷穿的那个另外一色，是百搭小立领条纹开叉上衣。小立领，它有四个不一样的条纹的颜色。嗯，然后这个也是，这个是上礼拜的，上礼拜的是，对，上礼拜的是率性男友感直筒吊带裤，直筒，然后它裤码下面是不收边的，对，不收边的，是直筒吊带裤，
还蛮显瘦的。对啊，是显瘦。对啊，是显瘦的。做比较合身一点点，就是看起来不会很宽的感觉。嗯。然后我今天有两个同伴。有人猜得到牙尖扮什么吗？我觉得不会有人猜到，怎么办？怎么办？那你要说猜对的给什么礼物？给那个牙的飞吻。可是因为我穿这一件，它其实我扮的这个衣服不是这个颜色，应该是浅一点的颜色。浅一点的颜色。它是穿浅蓝浅。蓝白条纹的，在卖吃的，在卖吃的，是素食，素食业，素食业的。香香比例看起来很好，因为吊带裤很修长，吊带裤很厉害，是今天吊带裤的关系，今天吊带裤很厉害。因为那件吊带裤是小个子，真的。大家对啊，大家猜得到吗？模糊哎，模糊。这有 WiFi 吗？这里是我不知道怎么有 WiFi， 还是这种可以往上拉开 WiFi， 可是我不知道有没有 WiFi， 这里应该没有 WiFi， 连着会比较好。怎么办？哎，有人猜出来了！哎，哇，猜对了！半停圈。其实我今天原本是没有，看还好，但是因为我看大家都有半，蛮糊的，蛮糊哦。嗯，有人猜对的是温蒂耶。蛮火的，有点卡卡的，还是要点谁的手机的那个热点，这样会比较好。我的，真的，哇，我们处理一下模糊的问题，我们连线一下，看一下这个条纹的，很可爱，它是做有点落肩的设计。在这里，落肩宽袖的设计，这个吗？对啊，牙把这样穿，哎、欸，我猜出来是温，好多人猜出来是温蒂汉堡、哦，好厉害哦！厉害耶！有人说不会加我哦。有开热点了吗？可是这样是不是好像还要跳出点？我们如果画面。暂停了，你们不要觉得怪怪的，我们要跳出去连线一下。好，拜拜。等一下，我们好像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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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重新开始哦，可以直接开始，这直接开始。我们回来了，有变清楚吗？有变很清楚吗？元素很像小敏，小敏是心理吗？有变清楚吗？有没有变清楚啊？有人猜到了哎、欸、，Hello。但其实我原本只有雀斑，还在。然后我刚才就很想没有很清楚，还是一样吗？嗯，有比刚刚清楚吗？有人说有哎、欸，有。我一直讲。有清楚了哈，不过还可以。可以先上，继续来见三姐妹，重新登场。当然啦。三个上衣都是同款，四个有很多几，好像很四个有四个，另外一个色就是你那天穿的那一个，对，咖色的，对，有点像其他三色都在这边了，这个是红色，然后是有点小立体的设计，一点点，但是做有点好像不会觉得，然后袖子有一点点宽袖，对，然后是有做一点落肩的设计，这里落肩。你们刚刚帮你办什么？对啊，猜得到的是吗？办什么？你要给点提示几个字啊？有飞行外套，有人发现飞行外套哎、欸，那介绍一下吗？先介绍，介绍一下。这个是雅雅跟雅杰画的，听不清楚。绣花的飞行外套。然后这里有一个。拉链是真口袋哦，是真的可以放东西的，这个不知道可以放什么，放零钱，零钱，买东西的时候放零钱，糖果去到糖果的时候放里面，对。然后飞行外套有三个颜色，有一点小深，有点小深，那我讲到，那我要讲，好，那这样有听得到吗？应该是有，怎么样？然后它有
军绿色跟粉红色，还有蓝色，还有现在身上这个，看得出来是蓝色的吗？它是深蓝色，曝光了。嗯，这样，他们说听到了，听到了，超 Q 恰子。可以看看绿色吗？绿色在上面，绿色好像在楼上。想看粉红色，没应该没关系，等一下穿那个。四个字，四个字，第一个字跟第一个字跟颜色颜色有关系，第二个字跟身上的器官有关系。器官，他的嘴巴第三个，你说起来就应该像了，说起来就是。总共四个字，然后最后两个字是跟身份地位有关系，在古代的时候，嗯，很明显了吧？有猜得出来吗？他们都在想，跟自己有关系，跟自己有关系，没有跟他合有做一些衣服过，跟迪士尼有关系。好，哎呀，莉莉猜对了，猜对了，嘉威也猜对了，圣女，圣女，而且要说一下，你们就是万圣节的这个妆容，你刚刚在楼上打扮了多久？牙牙醉酒，牙牙醉酒，现在把还要绑这个发，没有牙牙，因为你看你还他还用彩色胶带，我也不小心。这个，因为我刚才就去看温蒂他绑什么，然后结果他是绑蓝色，刚好是王八圈。对。莉莉说你嘴巴撅起来就像了，对，嘴巴撅起来就像了。对啊，这样。好像啊、哦。有人说喜欢飞行外套。这个真的很可爱，因为这对很久。这个会很厚吗？它其实是没有到很厚，但是现在刚好对，现在就是可以穿，而且每一个颜色配的话，颜色是不一样的。嗯，对。有特别。有人想问你穿的鞋子，我穿的鞋子是丝袜。有像，那你们三个要再，你还是你要再吓人？再吓人。江江，你好看，再出来一点好了，再出来一点。猜猜江江身上有几，脸上有几个疤痕，就可以送礼物。应该差不多，有很快。哎、欸，这个我穿绿色的。绿色的跟粉色的，粉色的花好可爱哦。嗯、红色是裤裙吗？对，雅雅的那个是。裙，宽裙子，宽裙子。怎么样？怎么看？是短裙。然后这边有做一个开叉的。你的外套跟那个裙子花有搭配到哎、欸。对啊，看，就每一件的花的颜色都不一样。不要双胞胎现在。外套好看，不错吗？然后你要带我回家吗？我回不了家。可以等他带江江回家，不然没有人敢带。回不了家。有人说绿色的好看，大家好像都蛮喜欢绿色的。绿色的，我自己是买绿色的。帅吧？而且粉红色的配色的花好可爱哦。对啊，这样。大家喜欢绿色的哎、欸，真的，很多人都说绿色的。绿色可以扮，因为我觉得绿色通常都会比较个性，可是配上了这个绣花之后。感觉就是你可以穿比较女孩子的感觉，就是、下半身穿裙子的，嗯，不会太男孩，嗯。你们在这边很严肃哎，你在这边。嗯，对。要换下一个吗？好，下一个。我会带着他，我会带江江回家。我们等一下就这样子走回民生社区，要吗？是走的吗？现在路上应该蛮多地方啊，或什么的，你就忘了。对啊。但现在路上会不会都是这样？对，有可能。拜拜。好。对，你几个字？三个字。三个字。我觉得大家猜有什么？我们现在觉得我非常的跟迪士尼有关系。是反派，对他的角色是坏的，是坏的，坏人的角色。然后大家可以看，我这裙子有紫色的元素。跟它现在是它的妆，你可能要很近的这种。
你可能要凶一点，不要笑，凶一点，凶一点，凶一点，对，凶一点。黑魔女不对，是黑魔女，不是黑魔女，是魔女。哎呦！有吗？有像。今天 Peggy 看起来很坏，我应该是，我有点像坏女。对啊，黑的高跟鞋，就是已经，就是那个巫术已经变成人，然后去跟王子结婚的那个样子。我觉得你今天看起来像是会想赏我吧？对，因为我眼睛进来这个画面里面，你在这扫把，你是打我吗？你在这扫把，我现在 cosplay 就是要带那种情绪啊。而且这看起来好可怜，可怜看起来太可怜了吧？好像在，好像会打他、欸。你要打我，我会配合。好坏，根本是不同世界的。好好笑。好了，那我来介绍一下我今天穿的。Peggy 的裙子是新品。对对，是新品，是下礼拜的。是下礼拜的新品。对，是下礼拜的。但是你的头发色是有搭配啊。真的很卷度哦，因为我原本是妹妹头，然后他把它用成大庞，因为我看巫术拉好像是大庞，好强哦，看起来更快，对啊，看起来火，成熟。有人说你是艳丽美，艳丽，欢迎拍一个影片哦，好，要艳丽的吗？可是你的上衣，好尴尬，好，再给你一次机会，动一下，开始。可是你的上衣是这礼拜的吧？好了，这个啦，这个毛衣。哎、欸，这是袖子开叉的那件，对，就是啊，这可以，这个，哎、欸，这个，哎、欸，你没有，我不同的，我觉得大家很舒服、欸，这是这礼拜的吗？这是对啊，到底是哦，明天有新品哦。新品要小小声的说，因为又要抢光了。对，明天有新品，介绍一下新品的。你刚刚的动作，哦、我在打字。哦，介绍一下，好啊，它就是很舒服的。很舒服的材质，然后针织型，针织的，它袖子有做开叉，嗯，然后它是宽，有点，我觉得它袖口有点宽，宽宽，不是说这么合的，不是束，不是束，我没有缩进去，我这个比较合，嗯、这个也，再告诉大家一次哦，它是明天的新品，明天的新品。明天早上十点，好像也是限量的，限量，限量，限量，而且明天还有。这家大家很期待的配件，配件，明天早上十点哟。好，继续，好，继续。然后裙子的话，哎，这是下礼拜。对，下礼下礼拜。下礼拜了，好吧。十一月的。稍微介绍一下，它我穿起来的话，它的腰围是刚好是合的。那这边有点开叉。而且我觉得它的型蛮好看的，就是它的长度刚好快到脚。对，夹色耳环，好小声。阿彻没有做开叉，有什么颜色？等上了之后就知道了。好，你我觉得你这一套很，就是你可以用日常的生活，就是家里面有的服装，其实就可以穿出万圣节的感觉。就是因为我觉得万圣节不一定要不用太刻意打扮人物，可是你可以就是用颜色、用颜色去搭配这样子。你今天很美。因为啊，刚小姨帮我擦了口红，红唇，你来讲介绍一下。嗯，乌苏拉，你介绍一下乌苏拉的重点，就是如果大家要装扮乌苏拉的话，要重点是什么？哦，我刚才有去上网 Google 一下，除了痣之外，我突然发现他好像还戴那个贝壳的项链，但是太突然了，现在没有贝壳项链，没有贝壳的项链。然后它的眼影是紫色，但是我们刚刚就是没有办法伸出紫色的。你的眼睛现在很亮，很漂亮。对啊，这样也蛮好看的。你就是闭起来，哇，很闪闪的这边。这边对，这边是刚小姨帮我画的。对，小姨老师，小姨，小姨老师，秀导，小姨秀导。好啊，就这样啊，下一个，还有下一个人。有下一位，我也要带扫把，等一下。何宇，你的扫把嘞？可以借我吗？因为，我其实今天就是南瓜色系的。搭配，因为大家其实都打扮的比较，就是大家都打扮成比较就是有人物的，然后我就利用南瓜配色来搭配，有点橘色系的感觉。这周的新品，然后可鱼给我的概念，南瓜色，可鱼给我的概念是、那个三个字，灰姑会，对啊，灰姑娘，就是在。去舞会之前，就是很穷，就是那个，就是那个被欺负，被欺负就是要在这边打扫。
部分的。有说他在自拍啊，这边就是你们看不到的外面，他们都在自拍。这等一下要就是土色系，我这是土色系，然后土色系其实也可以配一点，很有风格，我觉得。配一点橘色。对，今天分享直播就会送这个吊带裤，吊带裤。对，会送这件吗？对对，送这件。对对，今天会抽一个，抽一位。分享你就可以得到这件。这件好好看哦，好好看哦，这件。要把它送出去了。然后，就是如果你是没有想要打扮的太夸张的话，你不好意思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在家里做这种。然后粘在身上也可以，因为我刚刚就是讲讲设计部做的，我就把它粘在身上，或者你把它粘在这边，在这里，也可以。这样真的好像在跟着你啊！屁股这边也可以，我觉得还不错。然后我搭的是，哎呦掉了，我的娃娃。我是穿砖橘色的针织衫，然后我配这个就是卡其色的，对，焦糖咖的。连身裤，然后这件连身裤这边是做这种感觉，金属扣环的，金属扣环的。然后它的材这边还有口袋，很贴心有口袋。对耶，它有口袋，可以把它藏在里面，把鬼鬼藏进去。鬼鬼藏进去，它掉了。别藏它，它太大了。连身裤还有黑色的，它有两色。嗯。然后它有分尺寸，有 S 跟 M。这个很可爱啊，然后说明天有新品。我现在染这个发色之后，好像看不出来我耳朵上戴的东西。对，真的。对，这个是我没有，琥珀色的，是琥珀色的夹式耳环。看这边好了，琥珀色的夹式耳环是明天的新品，明天的新品。好，好看哎，连身裤可以调长度吗？连身裤这件好像不能调长度哎。因为这件 是可以调吗？对，这件不行调长度，是固定的。我一五八穿起来到脚踝上，到脚踝上，可以穿配一个有跟的鞋，看起来也腿很长，好像比较高一点。对啊，对。所以我等一下要从那个在扫地的灰姑娘变成公主，再变成，可是她那套装扮也不算，就是不太像，但是配色配色而已，色系的对对穿搭，然后。那谁要跟我搭配啊？我好，温蒂来了。我们是不同时空背景，对，表情好像可以一起。那我们三个是土色系的，好可爱啊！你们三个真的好可爱啊！可以帮我们拍个照吗？大家快帮他们截图。那你们介绍一下你们身上。我今天穿的这一件是伞裙，就是下摆比较大的伞裙，然后它的腰是做松紧带的，然后它有分尺寸 S M L， 然后这个还有很多颜色，对，它有黑色、可可色、跟丹宁蓝、跟砖红色。雅雅身上是可可，然后这个色因为我是穿就是要符合今天主题，所以我就选这个色配上衣，那个杏色的上衣。还有上次之前的格纹帽，就是温蒂回到现代，然后里面搭的是那个蕾丝的上衣，对，你好棒，荷叶袖蕾丝上衣，打开，因为我没有穿小可爱，它是透纱的，就是整件是透纱，里面可以搭一个小可爱，对，然后它也有黑色的。针织短版上衣是针织排扣短版外套，我穿的是连身裙的，就是如果怕麻烦可以当套件什么。然后还有搭的这件上衣是有点蓬蓬袖的感觉，对，它是有大学 T 的感觉，但是是蓬蓬袖的，就是感觉就是很可爱，但是用红色系的 OK。 对，然后雅洁身上的吊带裙是下周的新品，对，还没有上，之后会上哦。啊，这边还有领扣，我觉得很可爱。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口袋，它是可以调长度的。对，可以调长度的。
然后你就可以拿东西。放在手用手机。请问身高，雅洁身高是160。Molly 来了，你不要，不会，你会害怕。你们都是土色同色系的，哎，对啊。我的是小碎花的洋装，然后它有一点鱼尾的，然后它其实。这边很可爱，这边是有点蓬蓬色的感觉，然后它是有点雪纺，对，雪纺材质的。然后 Molly 150大概穿起来到大家看那边，对，我150这件穿起来还蛮刚好的，就是大概到膝盖的位置，而且这种天气很适合穿这种材质。是短版的，对，针织外套是不是好好搭？大家都有穿这一件，超百搭的。对啊，针织外套很百搭，就有点又是小复古的感觉。是驼色，焦糖色。针织外套有四个颜色，可是它现在咖色卖完了，只剩三个颜色，但它真的很百搭，是短版的。好人呢？对，我好像变比较对啊，变好人哎、欸。对，然后今天介绍的是这一件，是浪漫感荷叶拼接上衣，它还有白色的，它有白色跟橘色，而且我觉得它袖子好可爱哦、喔，它的袖子抓皱、那個，它是故意做就是这么宽，就是抓皱的袖口，然后它是有弹性，所以你放下来的话就会变成像这样子，然后你可以拉起来也可以固定住，就是、它是预购款。可是因为它单件就会到达，就是预购免运，所以大家如果喜欢可以直接订。它有一个颜色是白色的，对，白色的。发现我有口袋，它是就这边做整个荷叶的，我觉得很可爱，而且它是雪纺的，而且它连手袖那边也是荷叶的，它是一整圈，背后也有一整圈的，一整圈，好可爱哦，可爱，裤子也是。裤子是 PS 系列超弹力显瘦抽虚牛仔裤、哦就是，对，上上去很喜欢。Peggy 最喜欢的那一件，98分的那个，对，98分的裤子，穿上去就舍不得脱下来的。手现在好像还有破，对，还有，它有 XS 到 XL 都有尺寸。对啊，再介绍一下好吗？我穿这个裤子的心得，就是我觉得它穿上去之后，就是它会感觉到你一穿上去之后，你的腿被拉起来。就是你的肉被拉起来，然后它其实也是有弹性的，只是它的弹性没有像我们第一次出的，就是后面有割破的那个101款那么的弹，但是它还是有弹性的，但是它的弹性是可以让你的肉比较包覆，有包覆性的，对，所以我更喜欢这款，嗯，它是做有点高腰，所以看起来好像比较腿比较长一点，高腰设计，而且这种裤子因为它都没有割破，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任何的细节，它只有下面是抽虚的，所以我觉得它四季都可以穿，然后也不会太就是很怕退烧，就是这样。有人说裤子看起来很偏，真的穿起来很偏。很偏？偏。哦，很偏。对，因为它真的是超显瘦。很好看，我自己很喜欢。嗯、好。还有小编身高体重158，45公斤。对啊，好想拍你们到底在干嘛、啊？大家有，还是你们有穿到这件裤子？好像有人有穿，大家都说这件裤子穿起来真的很显瘦、嗯。真的要买来试试。裤子是超弹力显瘦抽虚牛仔裤，是 PS 101系列的哦。对。雅雅也可以去那边。哇，好多变装。大家今天都是同色系的穿搭。Peggy 介绍完了，对 ，Peggy 介绍完了。
那都是真的，都是南瓜色好可爱、哦。你看他们都在自拍。其实他们刚刚都躲在后面自拍。办活动最喜欢的就是拍照了。对，他们都在拍自拍。都没有，有时候约我直播了，还是我们来直播的如何自拍？有人穿102吗？今天我穿你真善美，你那个老师啊？你说突然这么真实的什么？他说你是真善我们哆瑞咪里面的老师。可是我是灰小白，他是仙度瑞拉哎、欸，我是从刚刚那个灰姑娘的那个仙度变仙度瑞拉变成这个哎、欸，嗯，好美的秋衣。我介绍一下，就是我从那个灰姑娘变成公主了，对。变成也不是胖的公主，她就是比较蓝色系的，不是用颜色来颜色去分它。对，然后就是我们后面好像有点忙。对啊，他们好忙哦。小羊的上衣是绣花条纹衬衫，然后我可以，这个好像是上礼拜的、那個。对，上礼拜的小清新丹宁宽裤。然后因为就是我这次这一季大概都是同色系的搭配。然后这件绣花我觉得很可爱，我特别搭了这个，这是花的耳环，这个好可爱哦。对，然后因为它这个也是这个花。对啊，嗯，一套的感觉。嗯，后面的一直在忙。对，后面的人好忙。后面都一直在自拍。我发现我的洋装有口袋，你有发现 update 贴心的口袋，可以把手机放进去。就算你去参加变装，对，好像很少洋装有口袋，对，也是可以带。刚刚发现最喜欢有口袋。然后就是花，很可爱的绣花，后面是这种。其实这个概念是哪里来，你知道吗？哪里来？是有点像那种水手服还是什么？是什么？一个韩剧，四个字。一个韩剧四个字。第一个字跟数字有关系。三流字。很厉害。对啊，对。对，因为那时候那女主角是谁？记得？艾拉。那个艾拉。艾拉，艾拉她就是穿这种。真的哎，真的哎，她上班的时候。那个他要当主播的时候，对，然后他也是配，他好像是配窄裙，对他都会穿窄裙，嗯，他是配窄裙，可与小编的身高156的刘海，因为我最近有在玩那个对嘴的那个，有对到谁啦，所以我就记得，对对记得他，对，嗯，刘海，对，这件很可爱，而且我觉得他那个花好可爱哦，他这个是不是光是有点曝光了，看不到他。这样好像很漂亮，对啊，这个绣花超可爱的。我旁边有鬼鬼，你们大家吃饱了没？他不是都艾拉，他都有穿小运动裤，但是他的那个封面剧照，就是他去上班的时候就是会穿这样。對對對，然後我就因为我很喜欢绣花，所以我就加上了这种，就是比较可爱的感觉。好可爱哦！因为这个我觉得搭那个男友裤也很好看，就是你搭牛仔短裤或男友。就是宽的感觉，对对对。然后最后了吗？那边还在拍。嗯、最后了，没了。这边还在拍。没了。雅雅在自拍。雅雅在吃东西。雅雅在吃东西，因为大家饿了。嗯，好想看我们穿风衣是哪一团，因为。这一周这礼拜一的都已经热销完了，嗯，然后不会，因为我刚刚前面有说，就是，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新品的话，有做优惠，其实你们都可以，就是立即下单抢购，对，不然就会看不到、嗯。对，今天我们就是大家很用心的在打扮，就是妆容啊，还有背景配饰跟背景，搞得跟拍。对，设计部不管做什么都想要拍形象的感觉。认真的自己架背景纸，有人帮你帮大家整理。那你们自己，你跟可怡自己架背景纸，很厉害。帮大家整理一下重点，就是蕾丝裙、跟条纹吗？条纹上衣。蕾丝裙没有抢到风衣没有关系，蕾丝裙特价到明天早上十点。明天早上十点，还有粉红色跟灰蓝色，还有黑色，还有黑色，四个颜色。到明天早上十点哦，特价。然后第二个就是直播留言加公开分享会送吊带裤，对，刚刚的吊带裤，刚刚小羊身上穿的咖色的吊带裤。第一在吃东西啊。分享这个直播，然后留言，快要结束喽，最后的机会就是送这个吊带裤，越来越高，吊带裤。然后第三个就是
明天早上十点。要相信命运，要信命。关我见。十点新品，很可爱的新品。十点有新品，太小声了听不到。十点新品的。那我们那大家要在大家要进来吗？跟大家说个拜拜好了。我可以请他的。你请在最前面，你飞过去。大家可以帮他们截图吗？我们经过一下。要帮我们截图吗？大家可以帮。拜拜。